大三中等武学院正式宣布，铁拳英文将作为奖品，奖励给学校的优秀学生沈健。在此之前，铁拳英文的归属者是英雄夫妇唯一的儿子宁宇。针对外界关心的临时改编英文归属者的原因，明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校方将做出明确答复。我叫宁宇，父母是就名城赫赫有名的译文师，同时也是第三中等武学院的老师。 数年前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动中，他们为了保护整个旧名城，选择了牺牲自己。为了表彰父母的奉献精神，第三中等武学院承诺将在我成年的时候，将铁拳英文送给我，助我成为英文师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就在昨天，校长孟长志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，便将铁拳英文奖励给了校董的儿子沈健。 得知消息后，我几次想要找校长孟承志要一个说法，却被学校以扰乱秩序为由，勒令暂时休学。宁宇，你故意扰乱学院秩序，从今天起不用来上学了。宁宇，你愣着干什么？我们该尽遗址了。这是个万族争霸、为生存而战的时代，人族示弱、备受欺凌，仅此险些覆灭。 直到从各种遗址之中挖出蕴含特殊能力的印文之后，人族才慢慢的站稳了脚跟，而掌控了印文的人类，也被称之为印文师。我们打探好了，这个遗址之内藏着一枚精品级的印文，虽然赶不上杨级的铁拳印文，但也比普通的印文好很多。宁宇，我们都是你父母的好朋友，受过你父母的帮助，今天我们几个叔叔一定会助你成为印文师的。谢谢三位叔叔。 你跟在我们身后，小心点。你们该动手了。宁宇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听不懂。从进洞之后，你们三人的脚步便从未停下，之前应该走过不少次了。就算走过不少次，也代表不了什么吧？既然是寻找印文，在接连经过数道岔路时，你们却没有任何探查的意思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进来之前。 我便在英文博物馆搜索，制作遗址早已荒废，何来的英文？哼，想不到你还挺聪明啊！可惜，越聪明的人死得越快。是谁叫你们来杀我的？沈健还是孟承志？<笑>不妨告诉你，沈少爷给了我们一人1000万，要我们将你埋进这溶洞里。莫怪叔叔几个，你父母虽然对我们有恩。 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为了叔叔们的富贵，你就上路吧。我们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也不要怪我。该死的，是化孤烟！快快跑！这小畜生是要活生生将我们化成水！三个蠢货，我既然猜到了你们的想法，能不有所准备吗？ 给我去死！英文师，原来你早已激活了英文。<笑>这还得感谢沈少爷赐给了我一枚普通的英文。虽然无法使用特殊的能力，但身体比普通人要强上数十倍。你猜到了又如何？即便是最弱的英文师，对于你而言，也是无法战胜的存在。 看来我今天的确要死在这里了。奸诈的小畜生，差点让老子阴沟里面翻船。老子现在就送你去见你的死鬼爹妈。好了，什么？竟然直接将他砸死，这是何物？那是。 英文，我去啊！好了，我这是在哪里啊？只是一个普通人族吗？谁在说话？你是谁？我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，能否扛起神魔的重任？
只能靠你自己了。只是神魔印纹，刚才老乳体内的是神魔印纹，神魔印纹收录着早已消失的神魔两族最强悍的一些能力，只要我不断的晋升这些等级，便能掌握这些能力。没想到我因祸得福，却能得到这种逆天的印纹。我虽然刚得到印纹，只激活了1%，但也可以获得一项能力。神之形态可全面强化身体和印力，发挥出超越自身10倍的实力，看看还能不能再获得一项能力。那是印纹，绝望的邪恶之魂，那是什么？算了，已经得到了神之形态，魔之门的能力后面再慢慢挖掘吧。明日的新闻发布会，我会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事情办得如何了？放心，那个蝼蚁现在已经成为了遗址内的一具尸体。那就好，我早就安排好了。今天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媒体都是自己人，不仅能名正言顺地将铁拳印纹交给你，更是一场造势的活动。今天之后，你便能成为全城皆知的天才。感谢孟校长。太客气了。不知道我调到第一中等印纹学院的事。你放心，我父亲已经在帮你活动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接下来看我表演吧。诸位请安静点。相信大家最关心的是，便是为何将阳极铁拳印纹奖励给沈健同学。我接下来便会为大家解惑。没错，我们第三中等印纹学院之前的确承诺将阳极铁拳印纹交给宁宇，作为对他牺牲父母的表彰。但在这个万族争霸的时代，我们人族想要变强，需要的是真正强大的印纹师，而不是那些躺在父母功劳簿上混吃等死的人。所以为了人族的崛起和未来，学校这才决定将铁拳印纹授予沈健同学。可沈健凭什么能获得铁拳印纹的奖励呢？是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第三中等印纹学院的校董？当然不是，而是因为沈健同学自身的强大。沈健同学的身体素质已经超越了普通人6倍。什么？超越普通人6倍？这就意味着沈健只要吸收铁拳印纹便能激活6%。这是真正的天才啊，就算放在整个旧名城也是数一数二。难怪第三中等印纹学院会改变主意。你们这些普通人羡慕去吧。况且这件事我们也充分争取了宁宇同学的意见，得到了他的同意。原来如此，宁宇已经同意了。不同意也没办法呀，人家沈健可是天才啊，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。谁说我同意了？宁宇，他怎么来了？能想阻止校方的决定吗？这家伙居然还活着。孟校长，我什么时候同意将印纹给他了？宁宇同学，为了人族的未来，我想你应该也会同意的吧。毕竟沈健可是超越了普通人身体素质6倍的天才。对呀，印纹本来就少，自然是能者居之啊。况且你的父母都过世那么多年了，超越普通人6倍很强吗？
真是无知，何止很强，简直是万中无一，整座救民城至今也只出现过不到十位，所以只有沈剑才能将铁拳一文的能力发挥到极致。是吗？打赢我，铁拳一文归你。打赢我，铁拳一文归你。什么？宁鱼要挑战沈剑？他疯了吗？看他的样子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，他哪里来的勇气挑战沈剑的？稿子的标题我都取好了，霸道沈剑少爷暴锤废物宁鱼。我靠，等等我，我也要赶快发稿子。你这个蝼蚁居然主动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这便是天才，我靠，等等我，我也要赶紧发稿子。他的身体素质嘛，太强了，陈宁宇恐怕一拳都挡不住。小丑就是小丑啊，等着看好戏吧。我会打断你的四肢，让你一辈子都不能在我眼前晃荡。啊，不可能。趴着。是印力，你居然激活了印文。什么？宁宇激活了印文？他从哪里搞到的？可恶，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很惊讶我为什么还活着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能杀我。宁宇，给我住手。孟校长，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可能真会忍不住宰了他。这小子什么眼神？我怎么会被一个新进的印文师吓到？哼，放心，我还不想要你的狗命。铁拳印文你可以留着，不过要记住，那是我施舍给你。废物就该有废物的觉悟，天才就这。绝望的邪恶之魂，我似乎找到了，就是这里了，应力测试馆，可以快速测试自己应文激活的进度和应文能力的强度。是来测试应力的吗？是。测试费300，交了钱便可以选择一个房间进去。是否开始测试？开始。印文激活程度1%，为您匹配适合试炼的一族——蛇人族。蛇人族，人族敌对种族之一，其特点速度快，其他天赋暂无发现。给我灭！恭喜击败蛇人族，是否继续？继续。两名蛇人族会组合攻击，请小心。不够劲啊，再来。蛮牛族，万族之中以力量著称的种族，拥有天赋蛮牛冲撞。果然比之前的蛇族强上不少，不过也让我对自己的印力有了了解。因为神魔印文的原因，我的印力比其他印文的印力都要强很多，试试不开启神之形态可以闯过几关。哦，给我灭。再来。修理员，你快看。怎么了？这人破关的速度。闯关的速度这么快，虽然只是一族幻影，实力不到真正一族的1/3，但这闯关速度未免也太变态了。好像一位17、18岁的少年，挺陌生的，刚进去不到20分钟。才不到20分钟吗？难道是一级印文师？你确定不认识吗？我确定，旧明城内年轻的一级印文师就那么几个，我都认识。我马上给老板打电话。这绝对是一个天才。关刀鱼族，
天生的刀术操控者，天赋为刀术精通。十二关已经勉强达到了一级印文师的程度，终于能让我兴奋一点了。神之形态启动。还不够，继续。再来，继续啊。没有新的一组形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关卡闯完了？不应该啊。算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最起码我知道自己的真实实力应该在一级英文师左右。终于停下来了吗？居然闯过了三十关，可以确定那个少年肯定是一级英文师。老板怎么还不来？小兄弟啊，能不能等一下？我们老板马上就到，他想跟你谈谈。啊？谈什么？啊，不要误会，你所表现出来的潜力实在过于惊艳，我们老板很感兴趣。对不起，我不感兴趣。哎哎，老板这他妈是腿断了吗？人呢？人在哪里？人早就走了，就你这速度，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。我把学校的事处理完就赶紧赶过来了，你们为什么不拦着他？哼，我们想拦，拦得住吗？人家可是一级一门师。老板，你作为第一中等一门学院的校长，对于这样的天才都不重视，难怪自己的校长位置摇摇欲坠。放屁！整个旧民城谁不知道我楚惊鸿重视天才，不然我也不会开这个测试馆。要不是撬了几个其他中等英文学院的天才，惹得上面不满意，老子早就升职了。是是是，但这次你就是没赶上呀，那可是闯过了整整三十关的天才。啊，三十关，我的乖乖，整个旧民城能闯过三十关的年轻人也屈指可数啊。他测试房间的仪器里肯定有录像，只要看到长什么样子，我就能把他找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没反应？因幻象制造过于频繁，处理器不堪负荷，测试录像已经全部清空，目前正在维修中。操，这小子把仪器给干坏了。仪器坏了，就证明那小子的实力很可能不止闯过三十关。这样的天才，老子就算掘地三尺，也要把他弄到第一中等一门学院。这便是藏于印文师精神世界中，能直观看到印文激活程度的印文图。虽然依靠神之形态能达到普通一级英文师的战力，但仅仅激活1%的英文还是远远不够。啊，既然将沈剑作为了邪恶之魂培养，到时候我便可能和整个沈家为敌，如果不能尽快提升实力，下场一定很惨。但提升应力的拓印物极其稀少，必须要想办法搞到更多的拓印物。小美女，不要逃了，把印器献给我，我会考虑给你个痛快。印器可是能大幅度提升印文能力的特殊物品，数量极少，极其珍贵。别跟着姑奶奶，这种程度的攻击还想伤我，真是可笑。既然你不识趣，那就去死吧。谁？连同着这座屋子一起毁灭吧。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你会死得很惨。一级印文师。嗨，能同时灭掉两位年轻印文师，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。
把消息都给大家说说吧。刚得到消息，离开一个月之久的巫族教徒方舟今日回城了。巫族教，一群败类异闻师组建的邪教，仇视人类，与异族合作，经常暗杀人族天才异闻师，其行为比异族更为可恨。那个畜生还敢回来？方舟这个畜生，虽然只是一级异闻师，但阴险狡诈，手段残忍，已经暗杀了第一中等异闻学院最杰出的天才异闻师陈寒。死在他手上的天才异闻师不下于十人，而且他更是喜欢猎杀普通人，必须尽快找到他，不然后果严重。可那个畜生在进城之后便很快甩开了我们的跟踪人员，而且他利用所拥有的罕见的血豹印纹躲过了街道上的监控，目前根本找不到他的具体位置。局长，和平间有印力波动，根据印力甄别，属于方舟的血豹印纹。和平街那里不是早就荒废了吗？方舟去那里做什么？不对，那里还有人居住。哦，谁？宁鱼，英雄夫妇唯一的儿子。局长，既然方舟选择荒废的和平街，想来也是不想将事情闹大，不如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免得将他激怒，引起更严重的后果。没错，如果方舟仅仅是想杀一个人，那我们没必要逼迫他。五倍局人手本来就不足，不能将事情搞大了。一个人难道就不是人了吗？就能够随便牺牲吗？对于方舟这样的畜生，我们就不能妥协，因为一旦妥协，那个畜生就会得寸进尺。而且我们要牺牲的那个人是英雄夫妇留在世上唯一的后人，当初就是他们牺牲自己保护了整个日明城，难道现在我们又要牺牲他们的儿子来保护其他人？因为某些大人物的授意，教育局的那群王八蛋这些年想尽了各种办法来抹去英雄夫妇的功绩，我们五倍局绝不能做那种忘恩负义的杂碎。所有人听命，随我一起去干了方舟那个畜生。是。看你怎么躲。天才的味道真是美味呀、啊、速度快，杀伤力并不强。大言不惭，死吧。还哼，等的就是你。什么？打空了？小朋友，你上当了哟，接下来我会把你全都吸干。不使用印纹的能力果然还是不行啊。神之形态启动。这是那小子的印纹，好诡异，居然让我有一种恐惧的感觉。不是要将我吸干吗？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，来吧。该死的，你敢看不起我？在我的绝对速度面前，你没有丝毫胜利的可能。慢慢享受等待死亡的恐惧吧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跟得上我的攻击速度？你一定是懵的，看你怎么挡我这一次的攻击。神之形态十倍实力加持。神怎么会这样？他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？就凌晨年轻的天才力，绝对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实力。哼，受伤了才知道跑，晚了。快，再快一点。老大，我们的速度已经到达极限了。叫兄弟们坚持一下，救人要紧。是方舟，大家做好战斗准备。记住，此人十分危险，大家一定要小心。方舟竟然已经从和平街道出来，那就意味着宁宇可能已经……该死的杂碎，猎杀英文师便罢了，居然连宁宇那样的普通人也不放过。你被包围了，马上投降。老子没空陪你。就你他妈能跑是吧？再打、是啊。老大，您确定这宁宇是普通人？
本来是奔着解救宁远而来，你现在解救对象正把凶名赫赫的方舟按在地上摩擦。宁鱼什么时候成为印文师了？而且还是一级印文师。他的印文继承权不是被剥夺了吗？可就算如此，他也不可能把方舟按在地上摩擦呀，这不科学。诡异，太诡异了。老子受不了了，老子作为臭名昭著的人物，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，不能忍，绝对不能忍。你们都要死啊！聚化胶囊这种违禁药物不是早就被销毁了吗？聚化胶囊乃是一种特殊的药品，因为是在服用之后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数倍力量的增强，但同样的，在药效的刺激下，印文师会变得狂暴嗜血，成为享受杀戮的怪物。早在百年前，聚化药物便被人族全面禁止使用。都散开！方舟如今的实力已经超越之前数倍，不能硬拼，你们辅助我！一群蝼蚁，全都给我死吧！随我一起拼死一战。你是不是忘了我们还没打完呢？快回来，他不是你能对付的。你既然来送死，就先宰了你。别以为你嗑了药我就不敢弄你。牛气哄哄的方舟转眼间无足教徒方舟，这种天才一定要打好关系，将来有机会招进我们警备局。不用客气，我也只是碰巧撞上的。谦虚谨慎，你跟你的父母真的很像。你认识我父母？大名鼎鼎的英雄夫妇谁不认识呢？严格来说，我还算是你父母的学生。哦，父母曾经的学生很多，但这么多年来，雪中送炭者寥寥无几，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。那些情谊，早已在时间的消磨中消散干净。我帮你们抓住了无足教的人，应该有奖励吧？当然，不过需要时间走流程。那就麻烦您走完流程通知我了。这小子不好招揽啊。对了，去找总长，他一定有办法。这是哪里？那个追杀我的疯子呢？难道我得救了？全把家里这个忘了，必须得尽快处理。是你救了我？算是吧。那个追杀我的人呢？被我打晕，交给警备局了。不可能，那人在一级因为失礼也算是强者，你怎么可能赢得了他？他很强吗？我没感觉出来。哼，你就吹牛吧，年纪轻轻学什么不好，学这个。你受伤很重，不能继续在这里躺着了。他虽然喜欢吹牛，但不可否认是一个善良有爱的人，竟然怕我在地上着凉。他怎么朝门外走了？躺在这里，死灵应该就跟我没有关系了。等等，你难道不是要救我吗？你误会了，我只是单纯觉得不能让你死在我家里。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。貌似跟我没什么关系。等等，我看你也是因为是提升阴力需要脱阴物，我可以拿脱阴物换你救我一命。哎呀，我尊敬的客人，你怎么躺在地上呢？快起来，快起来。
犯罪分子的实力越来越强，越来越难以抓捕。最近十起恶性案件，竟然只有一起抓住了罪犯，还是付出了警备局多人死伤的惨重代价。总长，我有事要禀报。总长，我有事要禀报。抓捕行动又失败了吧？我知道了，下次继续努力。不是，我们抓到方舟了。方舟是数次逃脱的惯犯，抓不到也是正常。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你没听错，我们成功抓到了方舟。你们他妈的总算给老子长脸了。好好好，快跟我说说，是不是战况非常激烈，死伤了多少人呢？战况确实很激烈，但是并没有人员伤亡。无人伤亡？你逗我呢？我们根本就没有动手，都是宁宇的功劳。宁宇？那对英雄夫妇的儿子？对，我也不清楚他为何突然便成为了印文师，但可以肯定他的实力和天赋是我见过的年轻人中最强的。有点吹过了吧？据我所知，旧民城内能击败方舟的年轻人至少有五位，宁宇能比他们强吗？可如果是服用了巨化胶囊的方舟呢？什么？巨化胶囊？那东西不是早就被禁止了吗？这也是我奇怪的地方，所以已经安排了人对方舟进行审问，这次一定能够审问出一些重要的线索，说不定还能够抓到更多无足教的人。等等，你是说宁宇战胜了服用巨化胶囊的方舟？没错，而且只用了一拳。什么？这么强的天才你为什么不拉拢？难道你不知道天才的价值吗？我拉拢了呀，可人家压根不想搭理我。那是你的问题，谁叫你长那么丑？你这就过分了啊！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，但不能侮辱我帅气的脸庞。而且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，可以借着给他发奖金的契机再拉拢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这样，明天我亲自去学院为宁宇送上奖励，表达我们警备局最大的诚意。但要告诫所有人，对外一律宣称是宁宇协助我们办案，绝不能透露他单独击败方舟的事儿。明白，我警备局也是要脸的。放屁！我们不仅要拉拢他，更要保护好他，否则被无足教知道了宁宇的天才之处，他们很可能会暗杀他。杨吉的铁拳印文威力极强，但想要彻底掌控也是难上加难。死！啊，好强！不愧是阳极印文，这样的威力至少已经达到了5%印力图的激活程度。明天为我安排学院的浮屠塔试炼，我要让学院所有人都看到我的实力。好，有阳极印文加持，你定能打破浮屠塔的记录。那是肯定的。你马上取消对于宁宇那个砸碎了休学处分决定，明天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废了他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你受的都是一些皮外伤，并不严重，吃点药就好。乖，张嘴。你学过医吗？并没有。那你还给我乱吃药？放心，久病成良医嘛。父母去世之后，这些年一直都在各种器物中度过，打下受伤都成了家常便饭。如果给我吃出了问题，你可要负全责。行行行，我负责。快把脱衣物拿出来。哼，真是个现实的家伙。呢？这感觉好强大的应力。好。有那么急吗？现在就吸收。脱衣物的吸收可是相当耗费时间，短则一日，多则百日都有。大功告成。这么快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我给他的是假货？
英文都达到2%了，还有吗？我可以跟你交换。没了。你就是英文师，难道没有获得脱音物的渠道吗？没有。不可能，只要成为英文师，都可以在学校内通过挑战任务获得脱音物的奖励，你不可能不知道。哼，我昨天才刚成为英文师。难怪，还吹牛说你赢了那个猥琐的中年大叔，脸皮真厚。是不是所有的学院都可以通过完成挑战任务获得脱衣物？那是当然，这可是所有学院内应文师的福利。哎呀，可惜我被休学了，没办法回学院呢。学院撤销了对你的处分，明天准时来学院上学，迟到后果自负。哼，真是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啊。哎，那不是宁鱼吗？他怎么回来了？听说啊，学院已经取消了对他的处分，反正沈健也激活了原本属于他的印文。也对，再不让他回来，对学院的名誉影响不好。如果不是为了继续磨练沈健和得到更多的脱印物，我也不会再选择回学院了。别管他了，听说沈健在闯浮屠塔，而且已经获得了好几件脱印物的奖励，咱们快去看看。不会吧，沈健刚激活一文就这么厉害吗？是真是假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霍印物，沈健，两个我最关心的东西都集齐了，看来非去不可了。浮屠塔乃是学院的重宝，共有9层，每一层都有印力凝聚的强大守关者把守，实力与潜力不够都会被守关者所伤，但只要击败了守关者，便能获得拓印物的奖励，登上的层数越高，奖励越丰厚。沈健居然能这么快闯到第4层，不愧是阳极印文，潜力巨大呀。原来浮屠塔没闯过1层便有脱音物的奖励，真是太适合我了。哎，这是黄主任。宁宇，好久不见。您怎么变成清洁工了？黄主任名为黄晨，是学院的教导主任，也是学院中唯一一个照顾关爱我的人。难道是因为当初您不同意将印文给沈健的事？当初孟承志私自做主将印文赐予沈健的时候，整个学院只有黄晨一个人站出来据理力争，想要为我讨回公道，甚至还与院长孟承志撕破脸皮，差点动手，只是最终的结果却不尽人意，依然没有阻止印文被夺走。是孟承志干的吗？他有什么权利和资格处分您？没想到才几天时间，黄叔居然就从教导主任沦落成为了扫地清洁工。黄叔都是为了帮我才……这是董事会的决定。沈静，原本董事会决定要将我开除，是我自己坚持要留下来。只要能看到学生们慢慢成长，当个清洁工又何妨呢？您放心，这个公道我一定帮您讨回来。第6层了，沈健打破了记录，成为了新的记录保持者，而且应该没有人能超越他。那是绝对的，毕竟阳极一文的潜力实在是太大了。他还能继续吗？可惜了，没能继续向上，不过他已经足以自傲了，毕竟才刚成为一文师。阳极印文实在可怕。沈健，我被楷模。哼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我就是王者，不管是谁我都会将他踩在脚下。这应该是你自信心最膨胀的时候，那就接受失败的滋味吧。谁？我今儿不仅为了绝望的邪恶之魂，还要为黄主任讨一点利息回来。我还想着找你这个小杂碎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今天我要废了你。听说宁宇也成为了印文师，之前还把沈健揍了。仇家见面分外眼红啊。人家沈健可是阳极印文，宁宇只配被揍啊。自己找死，怪不得人哦。学院禁止私斗。学院的屁规矩管得到我吗？
啊，你敢违反校规，就不怕学院将你开除吗？就算你爸是董事会的主席，也保不住你。老子可没有违反校规。我要与宁瑜决斗，学院同意吗？由于沈剑和宁瑜两人之间有恩怨，学院特批两人决斗，不出人命即可，旁人不可插手。学校的规矩还可以这样破坏吗？院长这是明显的偏袒沈剑。学校的规矩还可以这样破坏吗？院长这是明显的偏袒沈剑。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面对沈家，宁瑜不过就是个随时可以碾死的蚂蚁罢了。计划成功，这样我就能光明正大的将你废了。宁瑜，我就问你怕不怕？阳极一门强大如斯，废你只需要一拳。若要让人绝望，必须先让人膨胀，只有在那最膨胀的时候将他击败，才能将绝望最大化。就先陪着他玩一玩吧。想躲开我的攻击，痴心妄想。好强悍的破坏力，这种程度的攻击已经开始有点接近一级印文师了。影鱼要的大没了。我的印力浑厚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印文师，虽然只激活了 2% 的印力图，但实际能发挥出来的基础力量应该能达到 6% 左右。沈剑刚才的攻击所表现出来的实力，印力激活程度应该只达到了 2%。 阳极印文这么弱的吗？居然能够扛下我的一拳，你这个杂碎还算是有些本事。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我靠，宁瑜居然能在沈剑的攻击之下坚持这么久，难道他的阴文等级跟沈剑一样？不可能，整个旧明城的阳极阴文屈指可数，宁瑜根本搞不到。他应该是利用某种印局在苦苦支撑，你看他明显被沈剑压制，处于下风，被击败是迟早的事。该死的，这家伙就是条打不死的狗。明明可以将他一拳击败，却要维持这种将败又不败的状态，这对我的演技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啊。不过也该结束了。小子终于坚持不住了吧。完了，宁瑜还是败了呀。哼，蝼蚁再苦苦挣扎也终究是蝼蚁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卑贱杂种，你也配跟我作对？中了我一拳，你恐怕站都站不起来了吧。现在老子要将你身上的骨头一点点全部砸碎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什么？我玩得很开心，你呢？我呀，沈剑被宁瑜打飞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可能，你明明被我的拳头击中了，怎么可能还有反抗的力量？你的攻击跟蚊子差不多。凭你这个杂碎也敢嘲讽我，去死吧。引拳瞬杀是印术。沈剑居然学习了印术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印术一出，宁瑜没有丝毫胜算。印术乃是指印文师根据自身印文能力不同而修行的特殊攻击方式。本来想将印术作为底牌使用，但你这个杂碎彻底激怒了我，现在就去死吧。好，这妈你不臭。印术被破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宁瑜的印文我并没有感觉到特殊之处啊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底牌，垃圾。这不是真的，杂碎，你告诉我，这怎么可能？虽然不能杀你，但让你变成残废应该没问题。住手！喂，黄晨，你大胆！别人公平决斗，你却私自干预，还要脸吗？就是啊，院长你自己说的，所有人不能干预，为何现在却出尔反尔呢？哎呀，毕竟是沈家的少爷，院长也是要舔的嘛。
放屁！院长既然出手，肯定有原因。我就怀疑那个宁鱼一定是用了特殊的手段才赢了沈剑。宁鱼，我劝你最好放了沈剑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哼，好啊，算你识相。什么？你？给你。宁鱼，你丧心病狂，居然对同学出手！我要代表学院好好教训你。双方决斗，只要没出人命，后果自负。沈剑是打破了学院浮屠塔记录的天才，是学院未来的最大希望。沈剑是打破了学院浮屠塔记录的天才，是学院未来的最大希望。这样的天才却被他重伤，甚至可能会影响未来的修行，这对于整个学院，甚至是人族都是巨大的损失。难道不应该好好教育他吗？对啊，沈剑可是打破了浮屠塔记录的天才，他宁鱼能比吗？要是影响了沈剑的未来，就是拿他抵命都不够啊。他就是头狗屎，侥幸打倒了沈剑而已，就应该把他丢进垃圾桶。他不过闯上浮屠塔第五层而已，也被称为天才。如果我闯的层数高过他，那你们岂不是要管我叫爹了？闭嘴吧你个小丑，你算个什么玩意儿，也配跟沈剑相比？你能赢沈剑，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，真以为自己牛了？你应该很清楚，不管你找了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你都没资格对我动手，因为是你破坏了规则。小子，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，如果你在浮屠塔内没有闯出比沈剑更高的层数，便任我处置，如何？不要答应，浮屠塔没那么简单。可以。这可是你自己在找死。唉，你太冲动了。浮屠塔比的是印文的潜力，潜力越大才能登上越高的层数。沈剑的阳极印文在整个旧民城都是最顶尖的存在，至于阳极之上，九民曾从未出现过。放心吧，黄主任，我有信心。自信不是自负，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没想到蠢笨如猪。谁是猪？很快便知道了。如今沈剑再次陷入绝望，浮屠塔里面的拓印物正是我想要。长枪依旧在，一足退避。这便是应力所形成的守关者，简直和真人一模一样。而且听他的话语，似乎是曾经抵抗异族的强者，这应该类似于设定好的某种程序，只要有人进入便会触发了。只是不知道浮屠塔内到底存在怎样神秘的东西，居然能让应力维持这么久。转应力很弱，但却似乎对于印文有着一种天然的压制，难怪对于印文的潜力有要求，印文潜力不够的话，恐怕连十分之一的实力也无法发挥出来。雷我破！哼，果然是拓印物，只是其中蕴含的应力和之前柳亦可给我的玉佩相比，有些差距。如果真的是按照固定程序设定的话，那第一层的守关者是不是会再次刷新？如果再次击杀，是不是还可以获得拓印物的奖励呢？长枪依旧在。哎，果然刷新了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再次刷新还可以获得拓印物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无限刷新。继续，我看看还能刷多少，毕竟积少成多。都一个小时了还在第一层，他果然是个什么潜力都没有的废物。之前我还有些犹豫，现在可以确定，他能赢沈剑就是靠的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。哼，唉，这下有好戏看了，这个货自己把自己玩死了。哼，这么久连第一层都没闯过，当真是蠢笨而不自知。等他出来，我便将他交给沈家，这样沈家就不会怪罪于我了。宁鱼一旦从浮屠塔出来，我就算拼着和孟承志撕破脸也要将他带走，否则
一旦孟承志将他交给沈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次没有拓印物了。看来拓印物最多在一层可以获得两次，真是可惜了。那么接下来我知道怎么玩了。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我宣布先将宁鱼关禁闭，等候处理。宁鱼尚未被浮屠塔赶出来，挑战还没有结束。一个一直停留在第一层的废物还能有什么变数？只要宁鱼没有被赶出来就不算结束。黄晨，你不会到了现在还对这小子抱有希望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小子就是看第二层。第二层亮了，